期间，国军坚守方位不放下，守护我宝岛家园。但灰暗的解放军空降部队，竟首播特制的单曲 MV《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》。我的战鹰绕着宝岛飞，实境宣扬威胁台湾的武力。但看到这一幕，轻声唤你归，真的让我全家人的下巴都一起掉下来了。真相只该有一种，就让司法配。这个挑衅的画面虽然只有四秒，但怕人不知道是作假的效果。假的，连星爷的贺岁喜剧片都被打趴，难道是为了效法大陆歌唱节目的收视率？解放军除了受命当歌手出道，还得学当网红自拍影片宣传，认真用了才刚初学的 P 图技术。这特效还能再扎一点吗？完全没有代入感了。就以为自己拍的是阿汤哥的成名作。真正为他们难过的是，其实真的不用委屈自己是空军，年前还加班苦学影片制作，因为已经有很多大陆的人民搭着民航机前来自由民主的台湾。很好，也很有素质。实地参访101，登上瞭望台，花点小钱献取的合成纪念照，那才叫真实感强大。只能说中共持续恐吓我们是真的，但又偏要诉求情感的那么假。海鸥转告我的兄弟姐妹，拜托，请放过无辜的海鸥。